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哎，大家好，我是王狗。那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3C 时代，想当然了，什么东西都一定会跟科技扯上边，灵异的东西也不例外。那网络上面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的诡异的影片。那据说有的呢是会让你看到你把眼睛挖出来，甚至有的你看到你会想要自杀。那今天就让我来带你们看看这些影片吧。好，我戴个耳机，主控。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一部呢，就叫做 I Feel Fantastic， 就是我感觉很棒。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跑跑跑，离开我，离开我 ，Leave me， 是吗？”你很美好，跑跑跑跑跑。那怎么倒下啊？他一直说我感觉很棒，我感觉很棒，这样不知道他表达是什么意思。Maybe 等一下我们上网查一下，这不是还好，没有什么感觉，就一点点心麻麻的而已。而且我现在要关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部。下一部这一部就是据说有100多个人看了之后，因此把眼睛挖掉。来吧。没有声音。就这样没了，就这样没了。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也还好，也没有特别想要把眼镜挖出来的感觉。对，你们如果有的人不舒服的话，你们可以先停下来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一个女生化妆的，好像是化到一直自残吧。然后那我们现在开始播放。I tutorial today. What I like to do is always use my amazing color design palette.And we're gonna work our way all the way out to the side. Make sure you have full coverage. Gorge. Oh my god. Do you see how pretty that looks? Pretty! Now we're gonna take it to our little stunted brush. This is what I like to call it. Because it has shorter bristles here, so it's better for the contouring. 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一个化妆教学。Fabulous! And we're gonna move over to our mascara, which is our final touch. And I like to use...Okay. And yeah, we're gonna just get started on our mascara. And I like to start at the base and then move my way inside. So we're gonna just start here. 刚那个嘟吓到我，一个嘟声。
靠北，这个有点可怕。不是啊，我靠北啊，欸，不是，我刚刚完全被吓到，我被吓傻了，我真的被吓傻，因为他突然不是他突然往我这边撞过来，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喷血，这个应该不是被诅咒的影片，这个应该是整人吧？我觉得这种吓不是有鬼那种可怕，这种吓是那种很像那种鬼片突然吓你那种感觉。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我们等一下也查一下。反正总之我是被吓到了。好，反正我们还有两个要看的，压力有点大。王狗加油！再来，我们下一个要看的是我从奇怪仙人掌那里看到的。他那时候看这视频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家警铃突然自己响，据说这个是有人看到会想要自杀。希望不要又是那种刚刚那种吓人的。欸，这感觉也是吓人的嘞。我觉得我房间好像有人的感觉。可以不要。会突然吓人吧？我靠！啊啊！他吓我无言，我无言，我无言，我真的无言，一直吓人。这还好是没有什么被诅咒的感觉，就很可怕而已。好，看最后一部吧。这个要等到12点的时候看，因为据说12点看的时候会看到特别版。我们现在先看一遍正常版。It's a fine day, people open windows,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just for a short while. They walk by the grass and they look at the grass, they look at the sky. It's going to be a fine night tonight. It's going to be a fine.クリネックスティッシュです。 It's a fine day, people open windows,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just for a short while. They walk by the grass and they look at the grass. They look at the sky. It's going to be a fine night tonight.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没关系，我们等十二点的时候看第二次吧。哇，十二点，气氛就是不一样。好，来吧，开始。It's a fine day, people open windows,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just for a short while. 我不知道怎么，我觉得这次看好毛。真的很毛，真的很毛，真的很毛。It's going to be a fine night tonight.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tomorrow. 我是讲真的。Kleenex tissue です。It's a fine day. People open windows.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just for a short while. They walk by the grass and they look at the grass. They look at the sky.It's going to be a fine night tonight.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tomorrow.
Kleenex。看完了，我觉得第二次看真的很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忙，可能时间的关系吧，或心理作用吧。我五部都看完了，应该是没有什么诅咒了。房间好恐怖哦，好黑哦，我觉得有点像恐怖谷的理论。我等一下上网爬一下文，看一下那几个影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后续改天见，拜。大家好，我刚刚研究了蛮多说法，你们看到第一个 I feel fantastic 有两个说法，其中一个是说这部影片是一个连环杀人狂的作品，那个女生是被害者，影片中后院的地方就是这个被害者被埋葬的地方，然后他说的那些话就是连环杀人狂希望那个被害者 说出来的话，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这只是一个机器人爱好者，然后他发明出来的艺术影片，跟发明原因就不得而知，因为他不可能讲。那第二个是个红眼球，就是你们看这张照片，其实他就是一个人，那只是被拿来恶作剧挖眼球，这个可能是谣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谣传这么大，因为你把这个 title 打上去，你会发现包括国内国外很多资料，我们台湾 PTT 很多人在讨论女的，我找的时候我还想说应该不是真的吧，结果就真的不是真的，他们有人证实说是广告。第三个我无解，我找不到资料。第五个那个纸巾也是一个广告， YouTube 上面有人拍下他12点的画面，有的人是说是真的，有的人也说是假的，那我这里就放一小段给你们看。OK， 那影片今天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你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网购，拜。